嗨，各位好，我是 Darren， 欢迎来到我的厨房。今天非常开心，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个我很喜欢餐厅 Outing 自己出的一款70年老祖传卤味。当然，非常兴奋，因为哇，非常精美一张卡片，然后包装也非常的简约，就是一个纸袋，里面呢是。哇啦！常常我自己在家里连加热我都嫌麻烦，所以这种卤味包就是它寄过来的时候，你就丢在冰箱，只要一个礼拜内从冰箱拿出来，你随时撕开来就可以吃，非常方便。好啦，我想先从鸡翅开始吃，因为感觉最多肉，来吃吃看原味的怎么样？嗯，超弹牙！啊啊啊！啊太弹牙了，我主要主角都被弹掉，那我不能用叉子。哦，好吃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它的祖传辣酱。哇哇！啊哈哈！啊，大菜，大菜！哇，太香了，太香了，不行，直接淋上来。哇！哦，哇！我是吃很辣的，如果爱吃辣的朋友，我跟你讲，哇，有福了，超级香。它不是那种很辣很辣的辣，它是比较偏香辣的辣。哇！哇！太好吃了！哇！哇！那个辣椒超级香，超级香。它这个油本身是不带咸味的，咸味是来自它卤味自己本身的味道，它的辣油啊只有香味跟微微的辣味而已。我自己因为吃很辣，所以我觉得它算对我来讲算是小辣，受不了了，我要开它的卤味包了。这个应该是素鸡吧？嗯，你看我先吃它原味，嗯，它本身就自己有自带咸味了，但如果是沾它的这个调味的话，哇，天壤之别。太好吃了，不行，这辣酱全下了，太优秀了，这辣酱七十年祖传老卤汁，真的不是开玩笑，好好吃，每一口都超级惊艳，我已经快讲不出话了。各位，我要跟你们说，这个不是我今天吃的第一餐，我其实在录这之前我已经先吃过饭了，但是你要吃到好吃的东西，嗯，你还是会控制不了自己，像三天没吃饭一样。如果各位你们想要试试看 Outing 他们七十年祖传老卤汁到底卤味有卤了多好的话，影片下方会有连结，或是 QR code， 大家可以截图或是扫一下。第一批订的朋友，厂商说他免费送你祖传的辣酱，这辣酱太上瘾了，真的太上瘾了。每周会配送两次，我觉得就是一次叫一堆，然后放到冰箱，你想到的时候就来吃。肚子饿的话，嘴馋，这个的热量也没有多高，再加上这些大部分都是蛋白质跟胶原蛋白，比起很多饼干啊、油炸都健康很多。你可以一次叫一堆，把一部分先放到冷冻库，它保存期限就可以比较久，然后把你一周内觉得吃得掉的量放到冷藏，你想到的时候直接从冰箱拿出来吃冷的，非常的好吃。也非常方便，如果有客人来的话，拿一张下酒菜刚刚好，他们家卤味配上他们秘制辣酱，其实我整个酒瘾都来了，太好吃了。OK， 那今天非常不专业的美食开箱就到这边，真的非常推荐大家 Outing 的这个七十年秘制卤味包，所有相关资讯会在影片下方连结，或者是直接扫这个 QR code 可以直接订购。那现在订购第一批的人会送你这个我非常推的。秘制辣酱，爱吃辣的朋友绝对不能 miss 掉这个。嗯，今天美食开箱就到这边，我是 Darren， 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